阿美族人齁，他们只要祷告，三喜庆的时候，他们就至少要一个月。巴格浪就是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请主人吃饭。那一般有家人有过世的时候要去奔丧，万一你家到很远的地方，叫到这个北边大概100公里处，50公里处，一趟路都很远。 那你总不能说，我一起奔丧，然后家里的那些牛啊、羊啊、牛啊一些牲畜就不带过来，所以他们就赶从他的家里面就把他的牛啊一些牲畜就把它牵到这里，牵到这里来之后呢，把它送到这里，你退潮的时候，送到里面之后一涨潮，那些牛啊牲畜就出来，然后继续去奔丧以后，所以这个原住民利用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啊。 啊，让他们能够过得比较方便的生活啊。这个就是这个是日出，这个上来啊，对吧？这个不是日出，这个是夜出，月亮从这个地方发光，很漂亮。那三仙台被誉为世界十大海景之一，那这个以后台湾政府执政之后，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的规划开发，不是过度开发，而是基础建设，一定要把它做好。 然后成为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地区，然后那我们可以多种一些树，为什么？在日本，祖国日本他们很聪明，他用树就可以骗一堆观光客来日本去玩，像樱花树一样，时间到一堆了就要过去丢钱，啊，所以我以后可以好好的规划。可是，在治理当局这个 ROC 中华民国，他们很明显的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资源。 偏重在北部，这个大家都知道，重北轻南啊，天龙国嘛，天龙国，资源是整个台湾省的，就是所有各县市的总和，就是台北市的预算，那凭什么人口才200多万就可以享受到2000多亿的这些资源？高雄市的人比他们多，结果他的预算也那么多。台中，现在台北市是整个人口最少的，最少的是在台南，台南市。 直辖市，所以这个比例严重的、很明显的整个不平衡了哈。好，再来他们推这个前瞻计划，好不容易东部有一个所谓的铁路计划、铁轨计划，结果整个焦点都模糊到政治上面去了。你知道这个花东的铁路到现在还是单轨啊，还不是双轨。每次到东部，其实现在台铁哦，最赚钱的就是北回铁路。 那北回线哦这么赚钱，结果呢，它的设备是这个西部40-50年前的那个水准，到现在还是单轨。为什么班次那么少？为什么没办法客？就是因为还在单轨，他不愿意去编这些钱。这个公路计划，这个铁道计划，应该在20-30年前就要做，可是没做。花大，你也把钱花到别的地方，花在圆环拆掉再盖，盖了再拆，再换，哦。 很多公车专用道盖好再拆，再拆再盖，这就是台北人在花台湾人。同样，我们的税没有少缴啊。我们在台湾，我欠税比杀人罪还重，对不对？他里面有多少生存啊？OK，啊，那轻轨很漂亮。这个治理当局哈，他有一个管理这个东部的部，这个三仙台的就是东莞处，它是属于观光局。 那原本这个三仙台哈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是一个我们生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结果哈，东莞处就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些那个贩卖亭，结果这贩卖亭因为每年赚最多钱的就是三仙台，结果他们私自土地给农渔会，农渔会占满了整个商店街，反而当地的住民没有分到。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我们结果我们去找那个立法委陈请，然后找结果找错人，找到廖国栋，廖国栋就是带头去抗议，<笑>对，这个错了，发现啊，真的是遇到贼了，真的是找他，他因为他可能也是共犯之一了哈，人家摸摸头，他可能也有份，所以这个台湾人哈一定要站起来，不能再。 不能把中国当作他的附属，我觉得这个是很愚蠢的事情哈，非常漂亮。这里当局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挂一盏灯。
才会有这样这么漂亮的年景。尤其这个时候，一直到了九月份、十月份，他们都在等你们过去了。那边有民宿可以住，还不错了。有人去过了，所以有机会我过去好好的去享受台湾，真的很美很棒的一个地方。我不能讲说是我们的，去就一定有这个的。对，我们这边转到八仙豆，这个过去也不叫八仙豆，因为阿美族嘛，刚讲阿美族的人。大武汉。之前这个地方就是观音庙，结果台东县政府跟他们打了三十年的那个官司，最后让出来，结果那个庙方就要求台东县政府说：“你帮我盖一间庙，我就搬走。”哦，真的是，这个喷跟土匪谈事情，你明明就是错在先，你是占用国有土地，你竟然人家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之前就纵容他们去，搞到现在要请他们飞。最后赢了，还原了。那这个部分，照理讲，它是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考古胜利。你们知道吗？台湾可以说是整个亚洲的，一直到澳洲、新西兰的发源地。它不是只有南岛语族哦，它不是有南岛什么，从印尼啊、菲律宾啊，整个太平洋岛国，新几内亚一直到纽西兰的一个发源地哦。它会是世界上，它因为它的年代太久，正确就在这个地方发现它。专家认定它超过五万年，所以它很久，五万年前左右，相当久。五万年你去想，中国那时候有人吗？没有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的祖先会是在中国呢？这个大家肯定要思考一下。很多事情可以透过殖民错误的这种教导，透过教育来改变你的思维，就好像我的哥哥他一样，受过国民党的教育之后，你跟他说你的祖先从中国来，他相信。可是我们经过我们这个阿美族从中国来的呢，甚至有刚刚讲的廖国栋，他说我们的祖先从中国来的，我就怎么想奇怪，有哪一段历史台湾的原住民是从中国来的？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学者，竟然用假的证据来去那个，事实上，南岛语族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五万年以前，台湾就有人去住。我们不要讲五万年好了，四五千年就好。五千年对中国来讲，那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他们讲说，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啊。结果事实上，从秦始皇。那个一直到往前夏商周，商以前传说的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给他算2500年来讲，还比不过日本。日本的光是这个天皇体制就已经2670几年，所以都是骗，都是假的。但是骗跟假对 ROC 这个治理当局来说，是他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不愿意去告诉你真相，告诉你真相他就要跑路了，他就要跑路，所以。他们要继续骗，那奇怪了，台湾人，那蔡英文自称自己是台湾人，那些台湾人为什么说要继续留这个中华民国？事实上那些像救助这些正统的这些中国人，早就不想要在台湾了，他们想说我们回去统一算了。可是反而现在想要留中华民国的是谁？哦，这些堕落的台湾人，然后我真的讲堕落，他也不敢跟我讲什么，因为是自己去享受了这个政治的资源，说实在，我们不是在一味的去责备蔡英文，不是，因为他自己讲过的话，之后他就自己翻盘。为什么？因为他过惯了这种政治的这种游戏。有一天，他从行政院副院长退下来之后，不甘寂寞，哇，完蛋了，难耐，就出来发表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媒体都有公开，叫做什么？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结果有一个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骂这个蔡英文说：“你蔡英文，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中华民国的这个侮辱？”后来，那个立法委叫做郭树春，后来郭树春真的是这个他那个回复真的是神回复，他说：“搞不好你会选台北市长，搞不好你会选总统，东东选了哈，没有一个少选了，新北市也选，台北市也选，最后还是选总统。”最后，总统最后还是给他拿走了。
好，哎，冲绳，日本的祖先来自台湾，现在日本的自己编译算，来研究到底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他们发现从台湾来。因为在这个石垣岛有发现30000多年以上的这些人类的遗址，他们怀疑说奇怪了，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么早的那个史前时代的人类怎么会出现在日本的石垣岛？他们看那石垣岛以前的祖先又从哪里来？他们就来研究，然后呢，他们就请当地就是八仙洞附近的阿美族人来制作用竹子做那个。他们要横跨这些黑水沟来跨越到这个跳岛，他们先去以那国岛，再去那个一直往西哈，往西开始，对吧？他们连请冲绳岛上的旧石器时代的类和文化，以台东八仙洞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所以有密切关系。日本学者啊推论，史前的类可能从台湾做竹筏，经由海路迁徙至冲绳。所以日本认为说，我们的祖先应该就是从台湾。哎，有一天啊，有一个韩国人就跟中国人讲说：“你们知道中国人的祖先从哪里来吗？从韩国，从朝鲜。”有一天啊，朝鲜的人在兴奋之余的时候，突然间日本人告诉他说：“日本那个朝鲜人的祖先源自于……”哇，日本人说：“哇，原来我们是这些亚洲人的祖先。”有一天他们反省了之后发现不对啊。那既然我们是别人的祖先，那我们的祖先又是什么？一看，哎，找到台湾有这条路，哦，原来日本人的祖先是从台湾来的了哈。OK， 哎 ，OK， 好，台湾人不是根本不是中国人哈。有一个人他是从中国来，他的名字叫陈定，1603年东方记里面记载，因为台湾人不知道祖先从哪里来，他就告诉你，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哈，你们的祖先从中国来。有没有名满清战记的台湾人住的村落叫做番社，所以我们不要再骂人家环那了，因为你们也是从环那那边来的。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呢？台湾住的部落叫番社嘛，对吧？北博物馆所在都是番社嘛，啊，番社嘛，对吧？有没有？平地人住在平地的台湾人一般称为平埔族。好，如果照这样的定义来讲，说阿美族、卑卑那族就是平埔族，格马兰。萨基扎也都是平地，因为他们都住在平地。事实上，东部的平地人从很少在历史的记载里面被提到，那是因为郑成功并没有来到东部去殖民哈，他只有这个小小的范围，在台中以南哈，那个屏东以北这样子。荷兰人南北扩张，征服台湾高雄、屏东、屏东族哈。这个时候，这个荷兰人哈很可爱，他们进来之后，他们事实上不是。他们是来经商，就来台湾去寻找资源，去找这个什么，做樟脑的那种原料啊，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就回去弄，这样子。然后发现这里很好，所以因此呢，就在那边盖了两座城，哦，热兰这个地方，古罗兰这城，哈，这两个城。然后呢，那个地方呢，他们俩讲说啊，这个地方的人都没有宗教信仰，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把宗教信仰带到台湾来。所以在那个两个城里面就盖了2间教堂，那现在这个教堂变成什么？变成那个妈祖庙，那个天后宫了哈。所以就为什么郑成功来了之后就改变了这个台湾人的宗教？台湾人最早接受外来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那后来荷兰兵人太少了，郑成功逃亡到台湾，从澎湖到台湾，发现他们只有2000个，就。他们30000的兵，当然怎么打都赢啊，所以就签了一些条约就走了啊，就走了。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约5-6万人，他们把称为一批的甲派。事实上，那时候的平埔族没有武力了，也没有说整个被什么统一起来去治理。这个就是因为这就是台湾人的迷思，以为说住在台湾的人就可以决定台湾的前途。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好了，国宾饭店是属于旅客的吗？属于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产权吗？是不是？不是啦。好，有一天啊，这个旅客说，哇，我们找几个朋友，一群人就去那边住了，发现住了一年很舒服呢，
住了一年之后，来，我们来办公投，我们来决定这个国宾饭店是谁的产权。我们可以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个主权的东西吗？可不可以？不行嘛，好像你家的土地，结果你的邻居说，我看你很不爽，来，我们来邻居来帮你，帮你做决定，说这个产权由是邻居的，可不可以这样？是不行的哈。所以这些过去哈，台湾从来没有这个兵部主要，也没有说南北统一都没有，都整个台湾统治没有，因为根据和那个联合国的规定，领土的完整才可以主张一个政府哈。更何况在台湾地区，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统一过台湾。真正统一台湾的是谁？是日本帝国哈，日本帝国。没有，那时候四万人，他说那时候台湾就已经六七十万。可是这四万人后来到哪里？后来到了满清的时候，全部就被赶回去了，就被赶回去。有没有？郑氏王朝制造了第一批假汉人，所以我说嘛，台湾的汉人，事实上台湾没有真正的汉人，都是假的，哦，都是归入的哈。那啊，那个时候那些有些就认为说，哦，我们不是汉人，我们就不想理他们，就离开了。他后来愿意被受到保护的人就当汉人。有没有？这三汉人的台湾人，到郑成功的时代就成了唐三子。唐三子没说讲客家话的讲台，所以你们认为讲英文的就是一定英国人的举手啊？有没有讲英文的一定是英国人的举手？不是了哈，讲台语的一定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嘛是讲，哎，人家讲台语啊，对吧？那我就是中国人。你看我的儿子不会讲那个阿美族的话，他只会讲中国话。那就变成中国人了，因为他只会讲中国话，是不是这样？所以语言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种族，除非你愿意当那个，那是什么人啊？哈，那化身番为首番，化首番为汉，来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今日台湾的汉人绝大多数是身番变来。啊，哦，身番有没有？这哎，哪里？那拢是台湾的哈，拢是台湾人的哈。台湾没有所谓的真正原台湾所谓的就台湾人就是也都是原住民的哈，没有所谓的你是原住民上的，是这样。汉人就是移民啊，外来的哈。那只是说你讲了人家的语言，相信了宗教的他的宗教信仰，学了他们的习惯。可是台湾人怎么学汉人的习惯？最后他们还保留一种宗教信仰。什么？你们知道吗？得记住，有没有？中国人没有得记住了哈。所有地基础还有那种宗教信仰的人，你们家肯定是被封住，他的可能性非常的高了哈。有没有？所以你们不要犯那个扯翻了，东西扯翻北来了。哇！化身番为熟番，化熟番为汉。所以台湾的汉人是这个过程啊，是这样的过程。OK。有没有？今日首番消失的原因，人为身番，如某古人其首番之名。好，我们有证据，我们话也不是乱讲。如果你们回去，你们有办过身份证的，你就知道，你们家的那个户口名簿，你的祖先那底下有个涂黑黑的，你们知道那被涂黑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黑，那涂黑黑就是把那个手把它涂掉。因为如果说从这个户籍资料查出来，发现80%以上的台湾人都是。原本的台湾人的时候，剩下几趴的中国人在这里，他们会怎么样？会怕有一天台湾人脑筋讲开了、讲通了之后，会把我们赶走。台湾民政府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嘛。台湾民政府主张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治理赶快结束。为什么？我们当然国际法理了哈。为什么中华民国一定会结束在台湾的治理？是因为台湾只是美国。军事占领的一个土地，这个是条约里面有特别的规定哦。所以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第一个法源依据，待会我们有证据了哈，就是麦克阿瑟在1945年的9月2日，哦，命令蒋介石的军队来到台湾进行军事占领，这是他第一次的法源依据。可是军事占领经过这项条约，就和平条约签署之后。他必须要换约，那换约你就不能用军事那个一般命令第一号来持续用，因为条约已经生效了。条约生效之后，这个时候
蒋介石的军队为什么要继续在台湾？是因为在旧金山条约里面有规定，美国军事占领者可以找一个政权，武装政权来帮他们来占领，这个叫军事占领的代理人。所以蒋介石他在1952年开始就做了美国的军事占领的代理人了哈。我马上转到那边去了，来，有没有这一段呢？这一段啊，生方杀人，汉人就熟方分配唐人走为父母者立其后。如果这个做父母的，这是我讲的是不得已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怪说你们为什么要当汉人，不是？如果你不当汉人，大概也会被消灭。在过去的年代是这样，因为1600多年那个年代，国际的这个国际法都还没有成立起来，国际战争法是在1830年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在1617那个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没有那种很容易会被消灭的。分先后到宝岛，这个大家 也必须要搞清楚啊。所以你们认为是啊，原住民应该都是住在山上或住在动物，错，事实上都是在整个台湾啊，整个台湾都是几千年前啊，随便都是几千年，最晚的是达悟族，是兰屿那边500年啊，对吧？这里有提到西拉雅啊，西拉雅、格马兰都很早。好，谁说只有东部才有？超过5000年的，来，这是谁？林家龙，对不对？林家龙那个地区发现了什么？安和遗址，那个人叫做台中阿嬷。这个台中阿嬷你看到了之后，林家龙很高兴，哇，台西部为什么都找不到那个遗址？是因为西部整个开发的太快了，很多遗址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法律，只要翻到遗址要停工1年嘛。那你发现遗址，我神经病，我要给你报官，不可能，就把你偷偷挖掉，把你随便埋一埋就好。这个没有被因这个地方地区可能在开发的时候发现，就被人家拦住，说你不能再破坏这个遗址。结果经过碳14年代检测，认定为4800年到4000年以前的遗骸。林家龙说，这次的考古发现非常珍贵，代表台中的历史不是汉人来台开垦的300多年，也不是1000年，而是大步往前推到5000多年前，具有人类在此活动。这些人被消灭了吗？没有，这个就是这些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些原本住在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族的祖先，就至少往前推5000年。所以这个5000年不是只有西部，东部有，西部也是整条带状的。那像东部有很多遗址都是超过3000年、4000年的，一些石棺啊、石器时代的东西啊。好，他们都是称自己为人。所以你们看达雅，为什么叫达雅？啊，在泰雅族的话里面，达雅就是人的意思，布农族布农就是人的意思。除了阿美族之外，阿密斯其实他有一个叫做邦赞。阿密斯就是说来自北方的人。南亚先生，因为他们到了卑南族的区域，因为整个阿美族是整个东海岸、海岸沿海岸山脉的山东跟山西。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认为是我们的整个游牧型的这些农耕，因为过去老人家在要种小米的时候，他就把一片山把它烧一烧就种，就代表当做养分了。这个养分只能一收，之后隔一年就要往南移。就移到卑南族的这些传统民意的时候，卑南族就说：“你们哪里来的？”阿美族就说：“我们是从北方来的。”南尼阿米塞阿米，所以那卑南族说：“南尼阿米塞那个阿米塞，阿美族就这样来的。”好，所以不是只有这边东部跟山上的，所以看台湾原住民其实很简单，你要看山头，就因为各立山头，北部有泰雅族跟赛德克族山区的，中部像玉山就有布农族。然后到了阿里山有周族，到了大武山有三个民族，一个叫卑南族、台湾族跟卢凯族。那阿美族在哪里？海岸山呢？山东跟山西。那包含了这一些从伊朗来的这些平埔族、格马兰，然后像萨皮拉、萨皮拉雅族，差一点就被灭族了，被那个泰鲁格族灭，因为泰鲁格太喜欢猎人头了。过去是这样，那个是勇士的象征。像布农族，他就会有那个人头的那个勇士的象征的那个牌子啊，有没有？
我们啊，当然有啊，只是我们比较早，我们比较早那个，因为到像泰鲁格族哈，我们看赛德克族有没有？赛德克在1930年还在猎人头耶，有没有赛德克巴莱那个有没有那个影片有没有雾社事件？雾社事件你们知道了哈，被找罗尼娘。我知道。真的、哦哦，我看你下眼皮哦。好好好 ，OK 啊，好，我们继续，要不然我们再聊起来，我的课讲不下去了。好，好了，我们只能点一下就好了、哦、因为后面很多重要的那个、哦、好，这个红线，你看这个红线，这个红线代表什么？这个红线在过去、哦、在1872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那个谁去了？那个沈葆桢哈，有一件事件发生之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事件是什么？叫做那个牡丹事件。有一群琉球的人到了中国，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碰过海难，之后就流到这个地方。结果排湾族的人说：“来，我请你们到山上。”就语言不通，就把这个琉球的人杀了56个。剩下的11个逃掉了，跑到恒春去了。然后这个山下的这些平埔族就上去跟这些台湾族说：“哎、欸，不要再杀了，要不然很麻烦。”这件事情就很大的麻烦来了。日本帝国就找这个大清帝国说：“喂，你们台湾的人为什么要杀我们的日本人？”这个时候开始调查。后来这些行政衙门这些歹民哦，发现这个县的叫做什么化外之地。也就是说，这个不属大清帝国管，也就是中国从来没有把台湾统一起过，就是有一半的土地是还是保留给这一些我们讲的原住民过的那种比较原始的生活。到了1874年的时候，沈葆桢说就跟朝廷讲说，哎、欸，要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开山抚番把这边的这些华纳好好的来治理治理一下。结果呢，他的治理方式很好笑，也很简单。他就有一天呢、啊，他就从长城上来，就到这个地方，就指着这边的土地说：“这个是大清帝国的土地。”指完了之后，他就回去。所以这个就是中国认定领土的方式，又指的了。我们要不要指一下中国？中国是台固有的领土吗？话说以后。所以这边可以证明台湾好了，就算郑成功来到这里了，可是也跟这边没有关系。所以中国是不能主张台湾的地位，是不能，因为它并没有统一哦。哦，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的这个规定啊。啊，这里有提到的哈，《福尔摩沙岛条约》取得后，日本实际领土状况只有这边了。后来发现跟这边哦，都是那些高沙族哦，那些住民都是位列人口的。骁勇善战他们觉得说啊，跟他好狼狈，给那个他大清帝国给骗了怎么取得的土地有一半不能用？那为了这个部分，既然取得了，我当然要去投资经营，所以因此呢，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区域，所以就发生很多抗日事件哈。有没有？来，我们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台湾的地位，然后认识台湾呢，其实要两个条约，第一个条约叫做马关条约第二个条约叫做旧金山条约。国际间有关领土的变更哦，必须要有条约里面，这个有点像买卖契约书一样。买卖成功之后，你这个依据这个买卖契约书去地政事务所去变更土地，也就是说这个对的人过给对的那个对的人，也就是说你这个土地如果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利的话，你是会被人家抗议，你的那个是不被有效的哈。就好像我的土地，我的妈妈可以帮我卖吗？不好不。我的土地，我的地，你可以帮我租出去，可不可以？不行，我不承认这个契约是无效的，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1895年这个马关条约里面，全世界没有人认为那个土地是他的，只有中国说那是他的，所以呢，日本帝国就跟他签了整个台湾群岛跟澎湖群岛啊。好，这个时候马关条约签完之后，日本就正大光明的就来到台湾。将军队进入到了整个台湾的跟澎湖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了一些问题。
西部平野很快就接受日本帝国的这个，虽然还是有一些抗争啊，但是抗争最久的是这一些东部的这一块的这些住民，总共有150多次的对日抗争啊活动啊，抗争活动啊，那最后还是完成整个土地的统一了啊。好，那个时候一直到了1915年到1937年，从1937年之后，台湾人就自觉，一些读书的台湾人就说：“啊，这样子，当你们的皇民也不错啊，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台湾人的那个权力跟日本人的权力不一样？”那个日本人就说：“如果你要当台湾，日本人也可以啊，你必须要学习我的语言，你必须要学习我的一些那个，那你必须要。”效忠对象必须要正确，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效忠就要牵扯到什么？我们看到以前不是很多神社吗？这个神社就是代表效忠天皇的一种很重要的象征性，所以那时候台湾人就开始到了，结婚的时候跑去那个神社那边举光，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去神社那边举光，表示说台湾人认同了这个日本这个帝国。经过8年很长的时间。那你们又不懂，又不会讲我们的语言，那你们开始学我们的语言，好，台湾人就开始学日本，所以一直到了1945年，将近有80%的台湾人都已经受过国语教育了啊。那进入到这个，那台湾呢，到了1941年哈，那时候已经战争开始，这个台湾的问题为什么让台湾人都搞不清楚？是因为。台湾在这个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的时候，几个月，短短几个月，当然觉得说我们有变成皇民了吗？可是，台湾人不知道自己是皇民，是谁提醒了台湾人说我们是皇民的？谁？你们知道吗？郝龙斌的爸爸是谁？郝柏村。有一次啊，那个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他就骂柯文哲啊，皇民呢、啊。他说：“哦，这柯文哲是皇民啊！啊，柯文哲打得很妙。”他说：“我爸爸生出来就当皇民了。”哦，对不对？所以台湾人不知道自己是皇民啊！啊，奇怪了啊，为什么是要外面的人这些中国人来提醒说你是皇民？可是又不敢承认，扭扭捏捏的，就天生台湾人的个性嘛、啊。啊，明明是又不好意思承认啊。当然，除了那些享受政治利益的人。享受政治力的人做最可恶了，然后发生战争了哈。这个1940年12月9日，就是珍珠港事件到开始美日战争了，一直到1945年，当日本帝国宪法施行台湾台澎完成主权地位的法定领土，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法定领土。也就是说，宪法领土了。我们讲这个好，宪法领土，所谓的法定领土就是宪法领土，也就是你宪法里面你的那个。到了什么东经几度，北纬几度哈、哦，那个线割出来之后就是宪法领土。好，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哦。台湾本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列入到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所以这就奇怪了。你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只是那怪啊，因为台湾本土不是你的法定领土啊，你的宪法在台湾基本上是不太适用的哈。因为台湾在台湾关系法写得很清楚，台湾是有美国法律，所以有一天、啊、那个有一个带警枪的那些民警哦，从这个他的州那边出来，他是我认为他是特殊通关，他手上带了，即便带了那个手榴弹，这海关人也不会查他，为什么？他们就是有特权，进出台湾是很简单的，因为美国是台湾的国内，好。结果那个民警就很天才，有一天他一进去哦，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哦，我一定要告诉那个唐警局。”他就把枪告诉唐警局：“哎，我的枪在这里了，我忘记报官了，我忘记还给那个了。”后来最后判决怎么样呢？检察官说不起诉，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警察或者是军人，只要是公务，只要带枪到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你们这样听得懂吗？为什么美警察配枪到台湾不用经过台湾？那即便他们自己承认说我们有带枪，结果处理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合法的，好啊，你叫那个中国人来配枪来台湾，那个不可以，没事，所以可见台湾的地位
跟美国、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关系？哎，待会我们会讲到哈。好，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好，这个盟军统帅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台湾的悲惨命运就从这边开始。原天皇台湾的总督府，原来的台湾的政府就是台湾总督府，是天皇任命的总督。这个是台湾的原来的合法的政府。原天皇这个原来合法的政府，到了1945年10月20号的时候，在中办所谓的这个军事占领的那个公司，这个时候，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就开始欺骗台湾人说台湾光复节，事实证明没有台湾光复节这件事情啊，都是骗人的哈。那我们这个已经证明他是骗人，所以我们也不要再沉迷下去了。跟你们讲说那是那个错误的，我们就不要继续信啊。来，1945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又要台湾。1949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武装政变成功，然后宣布中华民国灭亡。好，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前几天有一个文章，人家卖给我，他说：“从中国来的人都是坏人。”我有这个很深的感受，真的。那些中国人，蒋介石是中国不要，他们不要这个政权啊。这个美国人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坏人，他们以为什么民主或者是基督教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我发现好像不太像了，因为那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是坏人，天生你怎么改也是一样。可是那死性不改，死性不改，那倒霉到谁？倒霉到台湾人。台湾人有些人就想学他们，加入黑道啊，吸毒啊，就样样都来。那一直到1950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宣称台湾地位未定。哦，这个为什么？这杜鲁门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有国会议员问他说：“啊，台湾到地位到底是什么了？”那我们要注意看哦，这个年代1950年，50年这个时候的状况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有签，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在1951年才开始签署，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地位是没有确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1950年发生了韩战，发生韩战的时候，杜鲁门总统讲说，台湾的问题等待西太平洋的战事去稳定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处理。结果这个稳定之后70年才到，才后来。71年了，我现在都71年了，也太久了。事实上，也不能完全怪美国了，因为美国碰到太多事情了，碰到很多事情。那个时候，1979年，美国结束中华民国对台湾的治理权，他不再明文确定说你们可以自治，因为那时候啊，蒋经国对美国讲了一些话，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承认我们呢？”美国人就回复蒋经国，他说：“我只承诺你的爸爸蒋介石，我并不承诺说他可以去承。所以，中华民国现在的地位在台湾是看美国的脸色，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条约，一些证明啊，它不是条约啊，就是一个证明说你可以继续在台湾，没有任何的证明，要不然你拿出来给我看，除非美国跟中华民国有一些密约。”或者在利益上面有很大的一些纠葛，否则的话，一定有一些台湾人不知道的事情啊。好，一直到了1952年，世界是台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好来了，蒋介石被赶出去了，也不可能回去了，打不回去了。美国讲说，你不要利用台湾人，也不要利用我们美国人替你反攻大陆，没有这回事，美国人不吃这一套。所以反攻大陆后来确定是假的，是骗人的了哈。然后来这里多了一个条约叫台北条约，就是那个条约生效之后的下午，美国跟要求日本跟中华民国，那时候是叶公超，我说你赶快去台北签条约了，所以那个条约就叫台北条约，因为你不能再讲中日条约了，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国家，中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日中那个
不可能，所以日本不愿 意用中日条约，干脆用台北条约就好。好，这个条约奠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奠定了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哦，你们上课不是都有听到？是什么？对不对？这边看照片就好，有没有？这边有两个照片，这个照片是奥巴马送的哈，一个叫日本的二重桥，一个叫奥巴马。现在川普还没有寄来的，可能还需要再请他改天寄过来一下哈。这个代表什么？日本叫做日属，奥巴马叫做美战，条约里面写的很清楚。因为台湾并没有从日本分离出去嘛，没有，所以日本的地位是存在的，他只是不能管理，他放弃了，他放弃了这个管辖权。要不然的话，照理讲，结束中华民国对台湾的治理，谁要去接？应该是台湾的总督府，因为他是原来的政府。除非在美国的同意下，让台湾人自己起来，然后建立自己的政府，就像台湾民政府这样。只要被美国承认，被美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承认，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台湾人才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现在那个可能性没有。好，这个条约奠定了台湾的地位，就是日属美战啊，日属美战，也就是说在二十三条里面规定，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好，再来中美条约啊。台湾关系法，待会我们后续再讲。好，这是马关条约，有没有？1930年，大日本帝国完全统一台湾了哈。大日本帝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没有？1945年4月1日生效，有没有？有权利就有义务。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台湾已经纳入日本帝国的宪法领土，那个法定领土了，成了一个 不可分割的地位。好，这个时候有一个权利叫参议权，从那个时候台湾就有。我会议员，是去日本那个国会那边参加这个所谓的帝国会议啊。义务是什么？效忠天皇。所以1945年4月1日以后的台湾兵啊，就叫做日本台湾军啊，皇军啊。以前叫做什么？军夫。因为殖民地不能征兵，只有你的属于的领土才可以征兵啊。所以那时候有好多的台湾人自愿我要参加这个，因为为什么？薪水很高。那时候比起世界各国人薪水很高，所以当日本的台湾军是一种荣耀。现在还有39100名的这些英灵还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你们知道什么是靖国神社吗？我就不懂台湾人为什么挺身起来说，这个是我们的靖那个忠烈祠啊，忠烈祠每年都有人去那个颂扬，每年都有人去那个，啊，为什么我们自己都出现，我这些后代的人不去那边颂扬，或者是去那个哈，这个去纪念呢？对不对？这个道理实在是颠倒了哈，整个台湾真的思想都乱掉了，是不是？所以就有权利跟义务了，你知道，义务就是效忠天皇，成立帝国台湾军，先烈公共靖国神社。义务就是效忠，所以台湾神社就是这样来的，神社就是一种效忠的一个象征啊。就像合约有几个重点哈，有没有？1945年9月2日有一个什么？一级天皇不文书，蒋介石的武装势力占领台湾，谁下的命令？麦克阿瑟将军下的命令哈，麦克阿瑟，有没有？中国跟台湾怎么发生关系的？1952年8月5日第一次发生关系就是。9月2号，第二次就是台北条约生效之后，按照就像那边条约的第6条规定，蒋介石军队必须在90天内撤出台湾。结果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撤出？是因为日本跟蒋介石签了一个台北条约。哎，怪了，为什么是要日本跟蒋介石签，而不是美国跟蒋介石签？哎，这个关系大家搞清楚，为什么美国还是承认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了哈，日本的一部分，因为台湾并没有完全脱离日本的这个权力范围主权哈，有一部分的主权还在天皇那里啊。你看，到了1972年，
2758号的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文，蒋介石被赶出去了，赶出去废除中国。那日本不同意共产体制管理台湾，所以日本国不在台北设大使馆，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那个时候日本就已经这样了，就已经确定了，只是他我们这媒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文章我们的书本不会给你讲这个东西。好，再来啊，大东亚战争啊，台湾的地位是从这开始的，因为那时候的那个日本帝国哈，来看这个，这个叫做大东亚共荣圈。现在美国做的就是这个，这些过去大东亚的这些国家都独立了，哦，只是在美国这种西方国家独立起来，跟日本帝国独立起来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日本以帝国把它成立的国家的话，绝对是很这个社会秩序。